小姐妹呀、啊，啊，我要就抛弃他，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认，要把他教好。妈，不会不会，文扬跟以前不一样，他的个性已经改了，绝对不会这样，你放心吧。最好是改了，否则真要说造业，应该没人比文扬更会造业。希望他以后啊，不会有机会带给你们难过啊。好吧，阿霞，好了，你扯到哪儿去了？我这么说怎么了？我现在是祝福大哥跟大嫂，多一点人祝福他们，这么说不定可以多消点文扬的业，不是吗？对吧？好了，宝霞，谢谢你的祝福，我们夫妻俩会好好监督文扬，娶这个女孩进门的。要会子了，可是我没有保险，很危险哎，旅行社不让他参加的。对呀、啊。你这么说也对。嬷嬷，这你不用担心，我先想好了，昨天就拜托旅行社的导游帮我办的。啊，嬷嬷，你拜托哪一个导游？请谁办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像这么有效率的导游，我一定要好好认识认识他，当面向他道谢。阿云，是谁出现了？你脸色这么紧张。裴若才出现了。抱歉，这个案件我调查很久了，我必须赶快对上了解状况。怎么，担心我哥的事吗？哦。哎，快吃了。